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继续聊。好。南安啊，本地工作，就俺娘不，娘个娘老个娘奶奶，真要再忙啊，要呀，真。哎，奶奶呀、啊，你是个爸爸的名字，我记下了，叫姚献旺，是吧？那妈妈的名字呢？你这一辈子妈妈的名字叫什么？那叫关妈妈，那叫关本人，杨本人啊，杨本人呐，大家认得呀，杨本人呐、啊，现在的妈妈吧。啊，对对对。把双马点过来的叫杨本人呐、啊。哦。杨本人，他妈妈。是马前的，哎，不是马、哦、啊，上一世马鞍村呀，啊，哦，是的，这一世是马前是吧？哦哦，生在马前啊，哦，生在马前，嫁到这里，嗯、哦，嫁在这儿啊，我嫁在平阳了，啊、哦，嫁在平阳，生于马前，杨啊，杨本人，杨本人，他叫杨本人呢、啊，他妈妈，爸爸叫姚献旺是吧？哦，是的，姚献旺，我想妈妈叫杨，杨，哦，杨本人。人人哪个人呀？银银就是人，哎，这个银哦，银子的银啊，银子的银哦。爸爸，爸爸叫姚献旺哈、嗯，妈妈叫杨北银哈、哦哦，是的啊。那这个他们年龄都知不这哪一年出生不知道了？不像你那些年龄没有，哎，都老过啊，都挺大的，都挺大的。那个记不得了哈。哦，好。他爸爸都在听我的。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几十多岁了。七十多岁去世的啊。哦。行，妈妈呢？妈妈也得挺白。妈妈有得几十八。七十八哈。嗯。好。哎呀，那这个还挺好的，七十八岁，七十多这个去世啊。嗯。七十多，这个七十八。嗯。那这个几个孩子啊？一共？前面你说过你有两个哥哥，兄弟姐妹几个人呀？两个，老两多的，老两多，就是他们就是三个。三个，你就最后一个进来了啊？哦，那就是这样。哦，两个哥哥叫什么名字啊？哥哥。大哥，大哥叫什么名字？文亮的，洪杰，洪杰。哦，大哥，洪杰，大哥。大哥洪吉，二哥，大哥叫什么？那有二哥，大哥，大，就那大哥，大哥有姚文练，姚文练，文化的文是吧？文化的文，练习的练。哦，啊，姚文练是大哥，二哥呢？二哥是洪吉，姚洪吉，哪个洪？这样写的，哎，这样。一个什么？我看慢点。哎，这样。下面就搞个红袖的红，这样子哦，是的，姚凤啊，哦，姚凤吉，吉祥的吉，吉祥的吉，哦，这是二哥哈，哦，就是的，大哥二哥，好像没。